洪台湾跟台湾哦，沿海已经有红影了，台东嘛已经观测到两米高的大影。往来日岛甲南势的船班，如果开始要休困三天，早起有一千外游客嘛提前返来台湾。大影一波一波来，一直拍上海边。多数的风台渐渐向东部滑行。二时再起，台东沿海已经观测到两米影高。虽然风台路线也咧修正，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来往南势甲绿岛的航班，如果都要停航三天，真侪游客提早坐船返来本岛。因为他船明天停驶，所以我们就提前一天。有好几个工作串联在一起，但是觉得出来好了，不想再关导游。因为台东有三年外部风台侵袭，渔民烦恼。这摆风台为了被洗，富光渔港有渔民烦恼，风台会将几只船拍扁过，还是吹上花？赶紧车吊车将渔船吊起来护台。哈哈，介久无风台就来，哎，弄个，快！现在当时休假旅游大过，台东有不少活动被迫取消是延期，原定2月到27日的职棒例行赛已经决定先延到10月。另外，地球嘉年华先延到27暗的光雕。那特工地球升空活动也要观察风台的动向才做决定。不过已经有游客陆续向饭店退订还是延期。大概打电话来都是延期。大概有3-5成左右。好，我们会依据中央气象局最新的气象预报再来做评估。那至于鹿野高台的一些像帝王帐啊，还是摊贩的一些设施，要比较长时间撤离的部分，我们会在今天下午就会请他们陆陆续续来撤离。台东县政府强调，会注意风台动向，调整官方举办活动的时间，提醒游客注意关护官方的活动公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